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广州，你有去过吗？很久很久以前了，我带你去撒面。撒面好吃的吗？它是一个地方。我们要去广州了，我演不下去啊！上机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个可爱的东西。这是整个 vlog 全程就会用它来拍。Q 啊，我没有看过这样 Q 的相机啊！你看它、啊、变魔术给你看，三二一，嘟！你看它、啊、这个，哎哎哎，黑头发惹怒。穷分好还是吃烧烤好嘞？还是吃这个螃蟹好嘞？还是吃生腌嘞？我们在广州的第一餐哦，要吃的东西是很特别的，蟹蟹煲，蟹蟹煲。干嘛嘞？我们就在 hotel 哦，弄了这张厦门一通卡，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放进了 Apple Wallet 里面，上个8小时就定一下就可以了。西华路很多东西吃，很多人，整条街两桥全部都是。换东西吃哎、欸！啊，我不懂要吃哪一个。那我们现在去哪里？现在去喝 craft beer， 精酿啤酒。老板娘喝了啤酒后，就去吃了 JJ 堡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 JJ 堡了。JJ 哦，就是他把一个很新鲜的食材放进一个瓦煲那边煎的时候，就有滋滋这样的声音，所以就叫做 JJ 堡。嗯，美好的一天从好吃的开始。吃点心。这是什么？因为它是不是因为它吃的、哦、是 action cam 这样子用呢，拿出来，然后它就会变成 POV point of view， 看到什么就直接拍，解放双手。解放双手做什么？看到双下巴啊，啥样子？这个传说中的红米肠很漂亮，油油亮亮啊。广东之旅就是美食之旅。老哥，哇哦，这句软软这样子。我们搭车来到一个蛮远的一个地方，迷路。我们去的地方太歪了，我呢。小红书讲看到这边有一个摩洛哥建筑，我们特地搭车20多30分钟来到这边。公里中天很小，不了就这样没有了。OK 啦，很美耶，其实。我花了30元搭 taxi 来的。然后我带你去拍照。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人家讲小红书上面讲说，如果你特地来打卡，你可能会有小失望。我叫你不要看这种小红书了。叫你呀。刚我拿出来拍的时候，很多人看着我手上的这一个东西，这是戴的 Insta 360 Go 3， 到底是长这样了，就是很可爱，而且我很喜欢这个白色，我觉得很漂亮。那上一代 Go 2的时候呢，它就只有这个 camera 加一个收纳盒罢了，但是这一次来到第三代呢，它还有这个 action port 一起了，你就可以把这个 camera 放进去，这个是 screen 吗？它是可以推上来的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一边看着自己，然后一边拍啦。它是做到整个就是那种 action cam 的样子，你盖下了之后又是另外一种拍法。不然的话哦，这边有一个锁头的，你就按住抓着镜头的位推出来，问题这样这个呢你就可以架在任何磁吸的地方，比如说这个也是一set来的嘛，我们就可以架在这边，我去走来走去，然后拍出来的画面就是我看到的东西。这个细铁啊应该就是要放在衣服里面的，然后怎样呢，就这样子细珠罢了。稳吗？稳，一定稳的，因为它是什么呢、啊、它有这个吊的一层跟衣服去稳住它，对你拍的画面哦就会很稳。不过啦，接下来我们要给你们看到我们细在什么地方呢，就我就把它吊在外面了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我细在哪里哦。 Demo purpose 最大的好处哦，就是当我自己一个人出去没有人帮我拍的时候，我只要吊在这边，我就可以开始讲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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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完了拿回下来就很方便。它机身上面就只有三个键啊，第一个就是 record button， 第二个是开机，第三个就是功能键，就是给你换各种不同的模式吧。那这个 Go 3本身呢也是只有一个 button 吧，就在这边，无论你开机还是关机，你只要按一下它就是开始拍了的，按长按长按就是关机。还有一个最好玩的就是它可以分身拍，我放在这里，然后我就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看，看到吗？
刚才发现哦，它还有的调不同的广角程度，比如说 narrow， 哎，这是正常的模式，平时我们普通相机的样子。这个广一点 ，action 更广 ，ultra 手指都看到，超级无敌广。我发现这一台东西哦，它的卖点不是 4K 不 4K， 是它很 portable 这件事情，很方便，方便到我随便拍。我就是可以出片了，但是它画质还是有进步啦。上一代只有1440吧，现在进步到 2.7K。会重没有啊？你这样子吊住？还好，很像戴项链哦，很像戴项链的重量。但是这个项链有比较重一点的项链，这个多少？这是个多少 gram？ 35.5 啊，是。35，好像还好。无论打横打直，它都是可以拍，最后可以选择。老板娘接下来去跳蚤市场帮宝宝看 CCD 相机。然后搭地铁去找朋友们吃饭。因为13320有一个特性是这样子的，只要你任何机器在关机的情况下，你按 record， 它是直接开机，直接 record， 然后你一 stop record， 它自动回到关机的状态。解放双手的好处，一个手拿手机，一个手可以牵手。现在我们来体验广州的共享自行车，有1km 的路程，我们就骑脚踏车过去。打开你的阿里 Pay， 不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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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啦，去看回去。搞定，就这样简单啦。等下你要拍我？怎样拍哦？太好车。你有这个，然后你就不用拿着，你就可以安全两个手骑脚踏车。我帮你这样哦，你这样。我没有想过这个东西，但是你要拍我。把它有一 set 这个 magnet clip， 然后把这个脱下来。OK， 准备就绪。来体验一下广州人换工。很塞车，很塞车，但是想要等下要过珠江河就很兴奋。找朋友吃饭的路上还看下风景。来，顺德鱼生，看不到东西了。反正我觉得好吃，好吃，美食之旅。这间饼盛很好吃，可以有。哟，早安。早安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。又是骑脚踏车的时间。呜呼。早餐。肠粉，第一次听到这个。你不觉得这个就是广东人的早餐呢？这个我觉得还差一个吧，炒米粉。我觉得这个是肠粉应该要有的样子，亮油亮亮啊！当地人介绍的这点店。呀，我们吃这样多呗。因为有两个朋友到了，又系啦，又系啦，又系啦，真的是看得很显了。老板娘现在要去 vivo 总部看看他们的食堂。我现在呢就在 vivo 东莞的食堂，这个食堂一共有4层，我没有看过这么多层的食堂，是真的有够大，而且很漂亮啊！你看，很美耶。更多 vivo 总部细节，我们过后芯片再见了。晚餐时间，叫我们走路去吃白鸽饭。哇，塞车今天真的是。我们刚才从东莞回来，塞了3个小时。哇，夕阳不见好。哦，我们来吃了这间白鸽饭，结果59桌。所以怎么办？这样多人在排队。去吃螺蛳粉先，前面吧。OK 了。结果这间也是要排队啊。够力了啊！精通哎，这一看起来是精通，对，精通哎哟。谢谢。这个是网红螺蛳粉，你看几个人在排队就懂了。不辣，完全一点点一点点。好了，那都没有放辣油。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。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大佛寺，看起来好像很漂亮、很壮观，是不是？实际上，满满。人，因为明天是端午节，然后这边会放假3天，我们就在最多人的时候来了。这边，我们觉得上海的那个城隍庙会比较漂亮。
这个也是中文，但是实在是太多人了，所以我们走。这边就是广州北京路，多人大哦。对，我们可能只有倒数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夸张的情况。等到没有人了都还没有到，我们已经多少个小时过去了？十张桌子才到，我们不得两个小时啊，有没有？现在几点？8:30。有啊，两个小时啊。差不多两个小时。Oh my god， 我们本来我是要用那个美团或者是大众点评网上排队的，但是我不会用，我找不到排队的板凳。又食夜灯啊！双皮奶，你看真美。甜啊！怎么办？没语气的，在里面吃甜品。丢我一个人出来，因为号码要到了。大家好，现在鸽子的话只剩红烧了。如果我们四个人，你建议是点两只吗？因为他现在好像只有一只了。哦，没有了。刚刚好鸽子完了。啊，没有了。都要吧，都要吧。我们还有两个小时，看这些还有都有就鸽子。啊，很油亮哎。好的。这个值不值得我等两个小时嘞？很 juicy， 很像 KFC 哎。就不是那种干柴干柴的，不是，是很嫩很嫩的。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吃到的话，就是那种很干，烧到干干脆脆硬硬的。很嫩的这个，果然为什么要排这么长，两个小时，原来如此。吃完乳鸽，老板娘又去喝啤酒。下一站。我们把好病去下一个 craft beer bar， Let's go， 又是骑脚踏车去，嗯，反正变成骑脚踏车达人，很方便呢，有它，你不觉得吗？我们这次 vlog 因为骑脚车比较多，最方便就是它可以解放双手这一件事情。我们去到哪里，你就拍到哪里吧，然后你要把它放在哪里，或者是放在身上，或者放在桌子上，什么都可以，脚车也可以，很有 craft beer bar 的 feel 啊，哦、很漂亮，哦。6杯88元，可以 try 到不同6个味道。其实也是好啊，因为你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味道先的嘛。9回啊！哇 ！OK。早安，今天是在广州 Day 4，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去。就是要去看龙舟比赛，这是广州一大盛事。但是我们现在才去吃早餐的。我们今天有一个新道具，它够小，切，所以呢也可以。哦，这样子跟绑子有什么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如果绑子的话，我只可以拍前面。我现在的话，我可以骑一下，哦哟，就靓女。这个很好哦，就靓女，那是一个 gap 来的。这帽子是你的？这个帽子当然是我的啦。然后最重要是什么？你看，可以看到我看什么。哦，已经很熟了，是不是你？已经很会踏好车了。嗯、啊，哎，很可爱耶，你这个造型，它盖在帽子上面很 Q。再有一个东西，我觉得，就我头不可以乱动。那你的角度就高一点了哦。那个角度就可以更像更靠近我眼睛的那个高度哦。就是刚才我们骑脚踏车去到那边，哎，我觉得这个你夹在头上哦，跟你在那个架在脚车上面是有差别的。你夹头上哦，它不用这样担心它会一直晃，而且它整个 point of view 是比较高的。我觉得在头上的好处就是在于，首先它就是比较高的，它在我们接近 eye level 的那个视线望过去，所以跟我们眼睛看的东西是比较靠近的，然后就不用担心双下巴的事情。第二就是它可以跟着我的头去转。我看什么他就看什么，不会死死的一个 angle 这样子啦，我觉得很好玩。主要就是你今天想要掉在这边就可以，放这边就可以，放这边就可以，放这边可以。这节我给，这节我给6分。往那边走，不用排队了。看龙舟呢，这边直走。好的，谢谢。一直听到有很好像炮竹的声音，那样子啊，做什么来啊？他们打那个桨？放炮嘛？放炮庆祝不可能啊！哇，夸张哦！人山人海，还没有到嘞。靠近啊，全部围在那个河边那边看着。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人太多啊！好彩我有戴他的棍来。哇，你这个
很劲耶。他讲今天没有比赛，只有划着玩的。比赛是别天。这样，快点，这样我们去找室内。喝个茶，喝个茶，走、就是、走走。对，啊，走了走了。OK 吗？看到龙船。就很特别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龙舟，可是他没有比赛，我准备看漂移的。冰棍。冰棍。我最讨厌就是绿豆。那边该包装都写着了。我是大圆走。小蛮腰啊。小蛮腰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拍我肚子。美食之旅了啦，广州的错。真的是越来越喜欢这个 Go Tree 啊！你看，我可以这样子，我还可以帮你拍照啊，这样子，哇，骑好哦，骑行真的好，可以慢慢的看一下这个城市哦。嗨嗨，现在我们走着去吃晚餐，今天哦要挑战。想了很多天的生腌，但是这边的生腌跟泰国有点不一样，这边的生腌哦是潮汕那一边的，比较多蒜蓉的。局长带我吃饭，我等一下买个啤酒。买了有桂花味的啤酒。 Cheers。 你的那个酒精浓度多少？酒精浓度3.6吧，也是跟你差不多。很好喝耶，肥皂水一样哦。还要是洗手的那种啊、哦。看到了啦，走。在二楼，在二楼。到了，真快就。真快了，我的碗都还没拆完哦。它真的是酸浓的那一种，跟泰式完全不一样，可是很好吃。真的很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很脆，很脆。坐坐下就下了大雨了。哦，突然间还要广州。好巧，好巧，今天特地带200雨伞，幸亏今天特地带它出来拍啊。那个防水的嘛。那时候就想说看 forecast， 想广州一直下雨，所以特地带它来的嘛。下雨拿去洗，应该都没有问题。不能，不能潜水罢了。龙舟餐，还有讲解啊，完全对着你，然后一边吃一边看。是哦。第一次吃广州的奶粉，原来是长这样的。它的蟹螺不是我认识的蟹螺，它有点像是腐皮腐竹的那种感觉，这个传统的味道。然后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你不懂要吃什么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它的那一种。吃完奶粉之后，紧接着下一站，等粉，就是这个，等水鱼，哇，等肉桂。没有了那个你要的竹丝鸡啊，那个八旗生竹丝鸡。对，这个叫什么？淮鸡走地鸡。香鸡能试，我不能试。我的汤不能试。哦。叮叮，很小碗呢。那个鸡好像炖得很绵的样子。嗯。哦。听讲广东人必喝汤。再喝完炖品。现在马上直奔第三间，谁叫他们全部在同一条街啊！我要去吃甜品，马蹄沙。对，这么多menu，这头水桶，可不可以开在马来西亚？要马来西亚开了之后，他就跟你讲啊、哦，这个没有的，这个没有的，这个没有，那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。很可爱啊，一间是小间的店，甜品店就是要这样这种地方。广州的最后一天，怎样都要带你来。我整天跟你讲沙面岛啊，好吃的沙面岛。沙面岛不是吃的 ，OK。噔噔，这边就是沙面岛。我开谷歌搜索一下，沙面岛就是中国以前英殖民期间的其中一个领地，所以它的建筑物就是比较英式、欧式复古一点的，所以你就看到很不像广州的样子。拉嘎的 feel。哇，我正想讲呀，我正想讲这边就是马六甲。就以前我来都没有这样多东西，不复古啊，很时尚嘞。你再走先，然后弯右向着珠海的方向去，那边就很多复古的街。这样这里有没有开始有一点味道了？我本来这边觉得没有了，这边 OK， 比较港。但是我想跟你们讲，沙面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美。
它就是有点像旧旧的饼那样子，比饼那还旧一点点。所以就是准备个半日就好了，哎，没有，准备一两个小时就好了，这边没有什么东西关。看完撒面岛，老板娘又去了永庆坊。我们从撒面来到了永庆坊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解锁了我人生中最厉害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穿裙子、短裙骑车。骑车来15分钟，不骑车来打车要多久啊？打的士来要40分钟，比撒面美多了。喂，各位是茅台冰淇淋，这一摊我之前吃过，我觉得好吃，可是太贵了。你们看多少钱？59元一份。我突然不想吃冰淇淋了。走下走道来了，上下九路超热闹的。OK， 总结上下九路就是一个商圈，吃喝玩乐都有，然后晚上会很热闹。哦，到家了。你知道潮汕火锅是怎样的吗？不知道。就是那个汤是没有味道的啊，汤很清的，纯粹真的是吃那个肉罢了。给你看它的汤底，全是辣椒。现在已经上机准备回 KL 了，广州拜拜。关于这一次全程用的 Insta360 购物区，回去再好好给你们做个总结。现在准备睡觉了，开始敬请留守老板娘的频道了，他们有拍结尾，我也做不出来。